狗呢是一开门，狗呢去挠别人是喜欢你，猫呢看着你烦直接一巴掌就呼过来，两个人打招呼的方式都不一样。猫是主动过来蹭的，但是呢它不想蹭你的时候它打死都不会来。所以男女本身就是天敌呀。男人最讨厌就是你说话，但是没有一个男人拒绝你行动。男人把所有的语言视作谈判，视作讨价还价。男人把所有的行为看成什么呢？交易。所以你先有交易的动作，不要说话。女的恰恰相反，女的是谈妥了再他妈交易，怎么可能嘛？信我的，这就是博弈啊。他怎么完成默契呢？猫学会了狗的善意，狗也懂了猫的善意，尊重了猫的习惯，这两人才能搞到一块去啊，懂我意思吧？这叫求同存异。这学了这么多一点都学不进去嘛，各位，人家这习惯就是这样，就是狗上来蹭，猫觉得是在攻击自己。信我的，这就是博弈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，男人是就事儿去论事儿，再有情绪，女人是先有情绪再就事论事。血娘，怎么可能嘛？所以本质上男人跟一个心爱的老婆是两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，只是他有女人的性别。哎，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清楚。如果你们不懂职场或者说情场的逻辑，欢迎同学们拍我的人性的博弈社群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。对，666的社群都是咱们的嫡系部队，都是兄弟姐妹。下面有个666的社群啊，欢迎加入。